咁你話揾食同你想要分開嘅咧？你可能你好似羅大佑咁，你中意音樂我明啊，但係你都要揾食。A 粒佢就完咗個醫科，攞咗個資格，咪梗係搞音樂咯？係咪要即係俾佢？即係喺現實同埋呢個理想之間要有一個平衡，定抑或唔係嘅？你可以即係鼓勵佢哋喺個 gap year 裏邊 search 你自己嘅方向啦。End up 就係即係你想點都得嘅咧。我諗唔係揾唔揾到嘅問題，而係俾個時間去揾。即係你去可能嗰一年乜都揾唔到嘅，我唔覺得每一個人走出去拍拖啊，或者唔知啊 ，hea 咗去啊，上網啊，咩成都好，可能衰過以前添。咁但係。空間是很重要的，我經常都說，唉，為什麼我們現在人越來越長命，以前剛才說我六十多歲，十年覺得很老，哇，現在六十多歲才是 second life， 開始 second life， 那你多了那由六十歲多到八十多歲，多成二十多年出來，但是為什麼我們的教育的 length 呢，由小學到中學這個 length，都仲係維持緊喺以前一樣，都係六年小學同埋六年中學咧。我唔明啦，即係咪應該？如果我哋估計到個人嘅 longevity 長咗，就係講香港嘅，我唔講第二啲啦，就係講香港，係咪應該有啲嘢係可以 adjust 嘅咧？教少啲啊，學慢啲啊，或者到大學嗰陣時係。讀長啲，不過半工讀啦，大家都半工讀啦，咁佢可以一路讀書一路揾錢咁。但係而家唔係喎，似乎趕畢業噶嘛，就趕畢業咯。因為大家都知話快啲畢業就快啲去揾錢，但係好似成日都係用講緊已分化嘅思維去諗嘢。